感觉这边呢好像是一个美术学院的毕业展，它有点不太像集市，它那个每个台子呢虽然挺小的，但是做的都挺好的。新麦地区最有名的创意集市 NAP 就是 Neiman Art and Design Promenade， 然后跟着我一起看一下。今年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 Me to We。ใช่ค่ะเหมาะอย่างยิ่งสำหรับการเดินเที่ยวแล้วก็然后在这边呢，两边卖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设计师的原创品牌，很多衣服就基本上都是这种设计师设计的，还挺好看的。有一些这边的东西呢，我觉得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些，但是品质还都挺好的，主要是样式真的基本上都是设计师的。看这个都很有意思啊，感觉这边呢好像是一个美术学院的毕业展，它有点不太像集市，它那个每个台子呢虽然挺小的，但是做的都挺好的。对于这种爱做饭的，我看到这个厨具就挺好的，它这个是用那个芭蕉叶然后裹上去做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宁曼一号里边呢也会有一些圣诞节相关的布置，它这个集市呢是持续到12月11号，去年好像也差不多是这几天。卖吃的，然后但是很多还没出摊儿。视频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那个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